准备给狗扎针。如果小狗出现这种问题是非常危险的。咱们猛犬基地其中有一只纽芬兰犬，前段时间领养回来的，它得了犬窝咳啊，这种问题它传染性是非常高的，现在咱们紧急给它打针，给它处理一下，以免其他的狗也遭殃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只狗现在呼吸非常急促啊。不断的在喘粗气，你看。哈狗，哈狗，别动，打针啊，打完针才会好，别激动。像这种兴奋度高的狗，它打针是特别麻烦。不听话的时候捶它一拳，捶它也是为它好，别动。哈狗，别动。哎，别动，有点痛，坚持一下 ，OK。打完针之后很快就会好了，小狗，这只狗估计100来斤。